What is that? 就是打针的。哦，那你在干嘛？吃药。你为什么吃药用打针的东西吃药？因为这不是打针，这是把药泼进来这里面，然后 drink it。哦呀，你吃什么药啊？是这个吗？嗯。这药是干嘛的？哎，不要拿出来，你那会脏，等一下洗。不要不要拔出来，不要拔出来。你要洗的话，你自己来洗，上来再拔，然后要洗的时候再拔。那个，这个、药是干嘛的？你什么病啊？你什么病啊 ？I don't know. You don't know? 嗯。那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一开始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是哪里啊？肚子。肚子痛啊？会发烧吗？有啊。有没有一点点咳嗽？有啊。OK。这个。好了，放在那个地方，不能放这边。嗯、yeah. 我在弄布里面才会把那些弄掉。哦、oh, yeah. ，脏的。OK。